每天运动三分钟，变瘦又变美。每天三分钟，挤出时间来运动，那么就要有效。慢慢呀，单手，双手，单手，双手，内心想着我要瘦，我要瘦，我要。有没有微喘？有，微喘。对，可以说话，可以，安全。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声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